WGJ 易防过卷开关安装说明。 开箱打开产品包装盒，取出 WGJ 易防过卷开关产品及配件，查看产品及配件是否完整无缺，确保当前防过卷开关常开或常闭模式与待安装设备配电箱电器回路相符。设备操作员操作设备运行至安全停车区域，启动设备停机断电，按下急停按钮。安全管理人员对设备停车区域下方拉好警示线，做好安全防护措施以及安全监护工作。 开始安装前，需规划确认WGJ易防过卷开关安装位置。若实际安装位置距离地面大于 1.6米，建议使用登高辅助工具进行安装。安装人员需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带好工具包、WGJ 易防过卷开关及配件，将WGJ 易防过卷开关安装在固定柱上，并焊接或插入外挂螺栓进行固定，防止 WGJ 易防过卷开关意外滑出。固定完毕后，检查外挂螺栓是否拧紧。 使用活动扳手将重锤拆开，将重锤螺帽拧下，放到工具包内，防止滑落。重锤套入钢丝绳后，用活动扳手拧紧重锤底部两处的固定螺丝，将钢丝绳U型卡通过 WGJ 易防过卷开关弹簧感应头、钢丝绳尾端部与重锤顶部进行连接。连接完毕后，用活动扳手固定重锤顶部螺丝。需检查重锤在钢丝绳中上下滑动是否顺畅。WGJ 易防过卷开关弹簧感应头是否能正常回弹工作。WGJ 易防过卷开关拥有一组常开、一组常闭触点作为防过卷控制点。根据设备电器图纸，把控制线路接入 WGJ 易防过卷开关控制输出端。在接线时，电缆应留有一定的余量，防止晃动拉断电缆，造成设备的损坏。完成接线工作以后，检查 VGG 易防过卷开关触点通段是否正常，接线是否牢固，是否符合安装要求。 收拾好现场工具、遗留的垃圾，此时已完成 WGJ 易防过卷开关的安装工作。WGJ 易防过卷开关常见问题。